Maggie 啊，你希唔希望半個世紀之後仲有人記得你啊？我覺得如果半個世紀之後人哋記唔記得我咧，唔係咁緊要喎。但如果就算有人真係記得我咧，都係會同阮玲玉唔同咯，因為佢係喺自己25歲最光輝、最燦爛的日子嗰時，俾佢停留咗喺度。佢依家已經係 legend 啦。如果我是妓女，梁彩珍又是妓女，你会要边个啊？你讲。我依家一死，人哋一定以为我系畏罪，其实我何罪可畏？系咪有人指示你咁样做嘅？系咪想整死我啫？边个可以指示我？俾钱你咪得咯！唔好成日都高高在上，踎低俾我睇下。是。